地方龙山寺八馆。那这里呢，韩国当地人都会带着一家老小过来休闲。如果你有时间呢，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哦。SPA 馆里有各种桑拿，泰式的、埃及式的、日本式的，韩国传统的汗蒸木，应有尽有。花上人民币100多元就可以全部享受得到，这比国内要便宜很多。另外，这里还配有电影院、网吧等休闲设施，室外花园也很别致。体验了传统桑拿，傍晚可以去首尔塔看风景。我现在呢是在首尔市的